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社团纳新日。按照太南辣数学社的传统，新老同学将组成搭档，进行一场关于数学的竞赛。最终只有胜出的才能成为数学社的荣光，获得奖品。而失败的同学都将与这个社团无缘。哦。老同学也没有什么优势哈，没有。好的，我们比的是数学的实力。那完了，因为接下来我们的分组任务就跟数字1到10有关，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请Sunny来教大家一下数字1到10用泰语怎么来说。哦，好。哦，这有泰语能能嫩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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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四哈哈好好姐姐姐姐高高四四四嫩嫩四三四四哈哈呼地屁高四。大家简单学习了泰语的1到10的发音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组队，决定方式就是用泰语念数字吹蜡烛。哦，大家会依次出场，抽取一个数字，然后用这个数字的发音去吹蜡烛，最多吹3次。我们会按照吹灭的人当中挑选的数字大小来挑选你想要组队的成员，都是学长从学弟当中挑选。哦，那我选你吧。我心也是零嘞。谁抽到1真的是倒大霉了。嫩嫩嫩嫩嫩能吹的嫩能吹得了吗？嫩真的吹不了啊。嫩嫩来，请上道具。那么谁先来呢？那从凯凯先来呗。呼哦八，啪！这个好，这好，这好吹，啪！喷口音，喷口音，这是。没灭，你连八都没有吹灭。没灭。没灭，接下来黄色地，五六六，我就想抽六来着，是9不是6啊，这是9啊，高是吗老师？是的老师。You give what you give。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锅子擦了。你让我们下面的人怎么拿？不好意思，笑了一下，笑了一下。什么来着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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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操！不对，我复议。他是告，他都没吹到这，他是拿鼻子呢，哼，这鼻腔共鸣，你知道吧？就这样。你是告，来，我一会儿死盯着你啊，范丞丞。好，下一位。七。七。七是什么？七。七。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来了来了来了，1、2、3。你看啊，哎，你这还带耍赖的呢。声音呢？可以可以。3。挡。对。挡。对。这个怎么吹？三。
哎呀，你在烫着！我感觉那火苗让它给吸进去了。深深，三。气息够足，呀！二，知道刚才怎么发音了吗？走，先要韵呀，走，可以，就是这个逻辑，走。我跟你讲，周深这个方法太厉害了。学长，加油！看我了。一，学长，加油！别吧，一是最难的。一，弄，我想看。想看我弄。弄。你们嘴都开光了。弄吧，陈哥就是弄。我弄谁呀、啊？弄我吧，弄不了啊。弄吧，你弄吧。弄。火苗都没动。陈哥，你试一下。出来。弄。牛的声音吗？试一下。太适合你了。用鼻子。试一下。太适合你了。用鼻子。我帮你试一下，你这样啊，嗯，他这鼻子够厉害的，牛魔王，牛魔王还有点烟，我是四，四还蛮牛的，四哈 ，C， 哎，然后我记得 C。你要撕出来，撕出来，撕啊！哦，行，我们装备刚健，你再来吧。撕，哦，我没够，就十。撕，胡不法言，撕，他憋回去了。他就是个闭口音，撕。闭口的啊！啊 ，C， C， C， 呸！你这叫，呸！那你这简单，哈，你这哈呀完全，这烫我嘴，感觉。吃了，真的努力不了了，这真难。按照大家的成绩，抽到更小数字的同学可以优先挑选。先请晨哥来挑选你的搭档，组合要求是只要有一位老同学和一位新同学就可以。我选深深吧。哦，可以吧？深深是三号，可以。那第二位要进行选择的是 baby。那咱俩一对吧。我拒绝。哈哈哈哈哈！是不是没人拒绝过？感受一下，他举手的意思是都拒绝。那就选他了。好，我愿意。你拒绝？你不拒绝啊？我不拒绝啊！我不拒绝，我拒绝。我们今天第一次的分组已经产生，稍后大家会以组为单位，分别上来抽签。在新老同学的两个签筒里各有1到6的数字，每一项任务排名最后的，我们会直接公布他名牌里的数字是几，而排名第一的队伍可以到我这里来询问某一个数字对应的同学是谁。
同时获胜的第一组可以来调换搭档，可以换自己搭档，也可以让其他组的任何一组的搭档进行交换。最终数字之和最大和最小的就是今天的获胜队，就是两个人相加，对，要么奔大了去，要么奔小了去。那六这个人很抢手啊，一和六都很抢手，一和六也有可能三加六就已经是最大的了。嗯，你可以去调别的组的数字嘛，对，把别人调小，对，把别人调小。还有这出啊，我俩我们只玩真都讲啊，我说刚想说只玩真诚，你好意思说玩真诚这三个字啊？当然啊，请看上期，请看上期。特别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最终如果场上只有一组最大的组合和一组最小的组合，那么这两组分别可以获得四份黄金。哦，四份黄金。老同学先去吧，老同学，老同学，老同学。哦，这啥表情？反正已抽取两个数字，大家已经抽完了各自的数字，接下来要向大家公布目前场上五组当中数字相加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目前场上的最大值是八，场上最大是八，最小值是二。锁死这一队他就赢了。哦哦哦，哇，这对组合如果有人非常不想分开，那一定是他。那就试试。今天是我们数学社纳新的大日子，我们也迎来了一位重要的来宾，为在场的新老同学们送上致辞，有请巴提亚市长吴烈成先生，有请。สวัสดีครั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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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เดี๋ยวต้องขอเชิญน้องซันนี่มาช่วยแปลให้หน่อยได้ค่ะได้ค่ะได้ๆๆ我来做翻译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สู่เมืองพัทยาที่เป็น欢迎来到芭提雅ที่เป็นเมือง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ะดับโลก是一个旅游的地方แต่พัทยามีทั้งความสวยจากชายหาดทะเลพัทยา有美丽的海边ก็แน่นอนที่สุดอาหารที่นี่อร่อยทั้งอาหารไทยอาหารจีนมีให้เลือกมากมาย当然了这里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吃不管是泰餐还是中餐还有很多很多都让你们挑选แล้วก็คิดว่าทุกท่านก็คง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ช่วง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ที่ได้อยู่กับได้อยู่ที่เมืองพัทยา希望你们大家都能玩得开心快乐在芭提雅里สวัสดี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